恭请。先天神后，斗母元尊，大道九皇真经。恭请。先天神后，斗母元尊，大道九皇真经。恭请。先天神后，斗母元尊，大道九皇真经。三清总告，至心归命理，道宝经宝师宝，玉清上清太清，一气流行，三清应化，函官默默，不言而善运四时，正色空空，无极而化生三境，大罗天上，金阙宫中，虚无自然，三清三境，三宝天尊。斗母报告，至心归命理，西天竺国，大智光中，真空妙相法王师，无上玄元天母主，金光烁处，日月前辉，宝杵玄石，鬼神失色，显灵宗于尘世，未圣驾于阎浮，众生有难若称名，大士寻生来救苦，大悲大愿，大圣大慈，圣德聚光天后，魔力铺天大圣，先天斗母元君，九皇宝告，至心归命理，紫光玉秀，黄极分圆，为造化之枢机，做人神之主宰，宣威三界，统御万灵，至道至尊，大明大德，中天北斗，九皇九真，延生解厄，上道帝君，大圣星福，诸善天尊，先天神后，斗母元尊，大道九皇真经。本卷二十，先天神后，斗母元尊，居一气半天，斗书宫内，与周玉国王，斗父天尊，巨斧关下方，有一真人，姓张名通，道号昆阳，乃系九皇第五，天禽林凡，修道于北原南明之际，即击离俄伏泉山，前程离斗，后照飞升，斗母慈心感动，玄机运处，化然一生，现出光明妙相，乘七使之车，一时尘内，即将真人，离斗坛中，结彩云，玄宝座，而未说此，九皇真经，真人稽首顿首，伏拜座前。是时，斗母告真人曰：“起，吾与汝，无极魔力铺天，万太阳也。天皇之前，吾已出世；地皇之先，吾住西周天竺国，运大神通，往来印度，祭见北周玉丹月。周玉国王臣既从，心慈好善，因往助之。密净土，助圆阙，持书物己之功，食养金胎之事，一团神器，三次超脱，为生胜似九头，长曰天鹰，是为人皇，后生育真仙灵，二曰天刃，三曰天柱，四曰天心，五曰天禽，六曰天府，七曰天冲，八曰天瑞，九曰天蓬，琼林玉蕊，亭亭森森，是为九子，皇号九皇，人皇与群祭，分至九州，称居方士，人风浩荡，普惠群生，九皇生举，子母同居，原始称吾为先天道后，以助养育九皇之德，红军在手，掌握斗书，九皇赏应九星，九星环绕一元，无凭一气妙，更化七元君，九臣或下士，七元代运行。斗母曰：若是有修德，
行道之人，敬问九广所思，七元所带者，但与说北斗列星，其所载皆可知也。斗为天车，运于中央，临至八表，谢理阴阳，见四时，合五行，定诸纪，宜节度，均系于斗，一为天枢，主阳德；二为天权，主阴行；三为天机，主福善；四为天权，主祸恶；五为玉衡，主生杀；六为凯阳，主白骨；七为瑶光，主六师；八居凯阳之左，名曰辅星；九居瑶光之右，名曰地星。皆所以左斗成功者也。于是说，大圣北斗，九皇星君列号曰大圣北斗九皇。第一阳德，贪狼星君，大圣北斗九皇。第二阴行，巨门星君，大圣北斗九皇。第三福善，禄存星君，大圣北斗九皇。第四铁厄，文曲星君，大圣北斗九皇。第五生杀，廉贞星君，大圣北斗九皇。第六树骨，武曲星君，大圣北斗九皇。第七统师，破军星君，大圣北斗九皇。第八左辅，洞明星君，大圣北斗九皇。第九右臂，引光星君，如是星君名号，灿灼天文，掌言生助死之极，司服上获银之权，天子诸侯，公卿世庶，一切生命，均属斗宫。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身遭老病，种种苦趣，但能悔罪消迁，诚心礼斗，诵此大道经训，燃点九皇神灯，照护命宫，自然转祸为福，化尽为祥，所有效验，不可具数也。斗母曰：北斗之回旋，端望七元之反复，其体坤中乾，其性柔中刚，道产妙中妙，气秉阳中阳。秦末之年，显化西汉，现身说法，面服高皇。若有祈福善人，欲睹七元金仙大圣之仪者，必先扫除尘念，清净心愿，躬身俯首，明目静观，天月浮空之际，自现金容，自露金身，有若麻姑神像，有若上元夫人，女子英雄之气，慈悲普救众生。但得七元君，至降于中庭，诸邪皆捐退，百福似骈针。于是说，北斗七元，解厄应验咒曰：大圣北斗七元君，能解一身厄；大圣北斗七元君，能解二数厄；大圣北斗七元君，能解三十厄；大圣北斗七元君，能解四杀厄；大圣北斗七元君，能解五贼厄；大圣北斗七元君，能解六淫厄；大圣北斗七元君，能解七伤厄；大圣北斗七元君，能解八难厄；大圣北斗七元君，能解九横厄；大圣北斗七元君，能解十魔厄。圣哉七元君，福吉信善人，有疾皆能解，无常不敢亲，神于医治病，应似古传声。欲睹光明相，焚香后月生。斗母曰：七元反复，又望九皇回还，敬七元者，能使人却死延生；敬九皇者，
更令人成仙作佛。若有善男女，先礼七元高真，复礼九皇大圣，其居家住宅必有甘露下降，礼泉发生，居而饮之，返老还童，金光照体，在于九皇位前，一周供养，九载行持，功成行满，跨鹤升空，礼斗善报，有如是者。于是说北斗九皇，应念咒曰：大圣北斗九皇君，能解一切恶。大圣北斗九皇君，能解二要恶。大圣北斗九皇君，能解三灾恶。大圣北斗九皇君，能解四缘恶。大圣北斗九皇君，能解五蕴恶。大圣北斗九皇君，能解六尘恶。大圣北斗九皇君，能解七杀恶。大圣北斗九皇君，能解八风恶。大圣北斗九皇君，能解九幽恶。大圣北斗九皇君，能解十禅恶。神灾九皇君，恩光遍九淫，无障无灾体，不生不灭身，往来勤度世，天地普游春，道法无边际，祥云护上真。斗母重告真人曰：七元九皇皆无先天一气，相接而生，一气之动静，阴阳晦朔，昼夜昏晓，皆畅率焉。一气之造化，五行八卦，河洛艺术，皆魂阔焉。年月日时，天干地支，东西南北，山川海月，卵胎湿化，无非一劫之所在。大无不包，细无不入，信之者生，背之者死，从之者昌，为之者亡。三教大众均疑之此。如本九皇，第五天禽下界，不是前因，只凭现在，现在能修，前因可续，七九功成，将真圣境，故无说此经典，名曰先天一气，九皇真经，无说汝传，最为亲切。此经在处，万灵守卫，千圣称扬，三元梗概，一气相连。熟读此经，可离死生；熟读此经，可悉玄因，保而传之，非人勿视。斗母说经将毕，天仙列宿来迎，还于斗宫，是对真人，受得妙法，上对斗母言：某今寺院流行，以传善事，若有男女受持读诵，我当与斗中仙官所在拥护。于是再拜斗母，而说赞曰：家有九皇经，本命降真灵；家有九皇经，父母保长生；家有九皇经，七祖皆超生；家有九皇经，九玄一登真；家有九皇经，朱燕化为尘；家有九皇经，万邪自归正；家有九皇经，众恶永消清；家有九皇经，十足自生荣；家有九皇经，长保亨利贞。斗母曰：善哉善哉，如可宣扬正教，功德无边，暗引后生，同修道果。真人稽首礼谢，信受奉行，先天神后，斗母元尊。大道九皇真经中。